蒙古国也有海军，不是个内陆国吗？要海军干嘛？别以为这是个段子，小小的蒙古国虽然不临海，但真的有海军的存在。虽然蒙古没有海，但蒙古有一个巨大的湖，库苏古尔湖，是蒙古最大淡水湖，面积27260平方公里。就为了这个湖，蒙古国建立了一支海军，苏古尔湖就是蒙古海军的母港。他们的第一艘船是苏联给的苏赫巴托号，其实就是艘湖上巡逻舰，还是条拖船，后来报废了，现在用的算是第三代苏赫巴托号。所谓蒙古海军，也就是这艘船上的7个船员，他们不用保家卫国，只需要把船看好，然后赚钱就行了。没错，1997年蒙古国就私有化了他的船只，可能觉得在这耗费重金也没啥意义吧，还不如让他自己赚钱。现在这条苏赫巴托号主要就是商用跑运输，运货赚钱，运个木材、畜产品、毛皮啊啥的，然后顺便巡个逻。有豫商船不限制船籍注册地，以至于现在很多商船都打着大蒙古海军的旗号瞎跑，船龄过长也不怕，没人查。到2010年，蒙古海军全部家当包括有3条船、2门炮、1台发动机和7名海军，堪称世界上建制最小的海军。虽然船破人少，但丝毫不能阻挡他们征服星辰大海的野心啊。2015年4月，蒙古海军铁木真号还去也门为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做出贡献，放美撤侨。所以别嫌人家穷，贵在志气高啊。